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感官的享受，如同咸水，刺激愈多，嘴愈脆大。随时摄取所有的印象接着的事物，那是菩萨的修行。拄到予咱欢喜的事物的时，是因如夏日的彩虹，尽管美丽，但究竟毋是真实。舍弃贪恋加执着，那是菩萨的修行。各种痛苦如梦中生假，又过松假，这种梦记为真实，让咱精疲力尽。因此遭遇业缘的时，是因为虚幻，那是菩萨的修行。希望获得正悟的人，必须连身躯拢布施出去，更何况身外之物。因此，无期望结果，或者是回报的慷慨布施，那是菩萨的修行。如果一个人欠缺戒律而无法度自理，那呢想要去理他是可笑的。因此无留恋轮回的世界，那是菩萨的修行。有向善德的菩萨而言，所有伤害伊的人，如同珍贵的宝藏，因此无万分地对所有的人升起安忍之心，那是菩萨的修行。但为了自身的利益，即使是声闻因果，也要精进修持。如同会烧头毛的人，
试着白花。就是安尼，为了一切众生而修持精进，思想品质的根源，那是菩萨的修行。知影透过以稳定志为基础的深度观，烦恼会当完全被降服，修持会当完全超越无色界的禅定，那是菩萨的修行。是透过其他五种波罗蜜而欠缺智慧，无法得获得圆满证悟。因此，培养结合善巧方便的智慧，利益三种概念，乃是菩萨的修行。若无检视自己的过失，虽然表面上是修行者，但行为可能违背佛法，因此不断检视自己的过失，加以弃绝，那是菩萨的修行。当经书变成串习，真歹用对治来解读，因此怀着观照甲境界，暗暗落着对治的武器，在接着以及其他负面经书升起的刹那，甲伊摧毁，那是菩萨的修行。如果我受到负面情绪的驱使，而论述其他菩萨的过失，我将对着沉沦，
因此不去谈论任何进入大乘之人的过失，那是菩萨的修行。重用和敬重可能会带来精进，使文思修衰微，因此下面接着以朋友施主之家，乃是菩萨的修行。深刻的话语撩动他人的心，毁坏自己的菩萨修行，因此放弃让他人感觉到不悦的粗暴言辞，那是菩萨的修行。来讲，不论身在何处，不论所作所为，时时保持关照和警觉，自问外心的状态是什么呢？并去利益他人，乃是菩萨的修行。为了解读无量众生的痛苦，透过二依三种概念的智慧，把所有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使其远离痛苦，愿其获得正悟，那是菩萨的修行。菩萨那些修持大乘之道的修行者的见地，是放下自我真实存在的概念。一旦我执不再存在，就没有贪、嗔、痴、慢，或者是疑、嫉妒。
但信佛教包含了无数深深的教法，但因精髓全部在于修心，去除心的执着和嗔恨，去除障蔽伊，使其无法度清楚感知的一切，以及回向所有善业之果，来利益一切有情众生。求此正悟之心，也就是菩提心，这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一切有情众生之故。无论是做一个大礼拜，念诵一遍咒语，或者是升起一个善念，都是为了一切有情众生，这就是菩萨的修行。菩提心是指为了利益他人而求取正悟的决心，升起菩提心，乃是慈悲的核心、生命的核心，以及佛教修道的核心。菩提心即是为了会当让其他的人对痛苦中解脱，而想要获得正悟的利他愿望，这种为了利益他人而生活，乃是上殊胜珍贵的愿望。一个良善利他的心，乃是健康、长寿、甲财富等短暂快乐的根源，以及对轮回中解脱、获得究竟大乐的根源。为了持守三皈依戒，放弃所有执着以及事物是真实存在的信念，用你的心意义来利益他人，乃是真正殊胜的修行。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孝亲报恩梁皇宝忏暨三十系念大法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将会报恩殿万姓历代祖先紫安地藏殿之全球婴生卫生胎儿暨早夭婴幼童脸位世界各地网路登记牌位，举办孝亲报恩梁皇宝忏暨三十系念超度法会，日期8月9日星期一至8月13日星期五。农历七月也是佛门教孝月，正是感恩报恩广种福田的大好时节，欢迎信众参与共修或于法会期间担任义工，借由修福修慧力量忏悔发愿，透过法会加持将冤亲债主转为自己的护法和助缘，与会大众皆能同沾法益。祈愿疫情早日平息，大众能如愿参加法会。疫情尚未完全解封，请大家遵守防疫规定，减少群聚，之后会随时配合政府政策更改，随时公告周知。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地藏菩萨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一亿倍。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三十系念暨慈悲施食法会，恭请广护法师主法，日期8月28日星期六上午9点开始，地点云林观音讲堂，云林县虎尾镇新南里竹围60-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上午8点半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湛江师傅，阿巴嘎子。湛江师傅，我们刚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通常超度都是把我们做的善事超度给我们的祖先，那我们如果透过这个方式，是否也可以帮助我们在世的人去霉运？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是我们之所以能够超度祖先，是因为我们帮祖先修功德。那我们帮祖先修功德呢，也是在同一本经叫地藏经。地藏经里面讲到一句话说，我们帮祖先修的功德七分里头他得到一分，我们得到另外的六分。所以呢，其实我们帮祖先超度，我们帮往生者超度，我们才是得到最多功德的人。那我们因为修功德，我们的命运也会改变。举例来说，你祖先没超度，然后呢你也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一样过生活，然后可能生活就越来越差。但是呢你发现，哎，可能我祖先没超度，或是我要去拜拜的时候，我希望我能够帮祖先做点什么。你会做什么？你会去诵经，你会去供佛，你会去念佛。那透过这些修行，它就可以改变你的命运。所以我们是先透过修行修功德，让我们的命运改变了，那呢顺便祖先也得到了超度。所以呢，是地藏经里面讲说，我们得到六分的功德，祖先得到七分之一的功德。但是呢，我们这个是在讲修行修功德的，我们所得到的比例不同，而不是说我们真的把功德分成一份一份，祖先拿一份我拿六份，不是这样的。是讲说我们现在我们帮祖先修功德，我们可以得到最大的利益，我们得到最大的帮助。那我们有功德了，有佛法的力量之后，霉运就没有了，我们就改变了命运。印经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